你播了，我不记得你是哪个歌了。喜欢直接刷礼物哈，你不要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不记得。不舒服，很晚才睡。也不是这个安卓手机拍出来人就是难看，我要是用苹果系统播的话，它就不会显得那么憔悴，它就会觉得很好看。只是我没有用苹果系统播，不行的话我就换个系统，我就没有。的警告了，去你妈的！我换个衣服，我还行。你有我。